云林四湖反风机自救会长吴连进，他日前被五个人闯到家中给打伤了，差一点就被掳走。施暴的主嫌是曾经犯下香港富商黄坤绑架案的共犯前村长蔡茂典。由于双方没有恩怨，吴连进他怀疑案情不单纯，是否反风机挡到别人的财路？我们重回到现场来追内幕。你凭什么抽我？没了，没抽了。对啊，没抽吗？哎，这个不是我抽。还行，什么人？我想大喝。这不是我什么人啊？这以前要为什么？你来这，他来这边打我们的啊。五个人闯进吴连进的家中，企图将人掳走。吴连进不重遭殴打，直到警方到场才收手。蔡姓前村长就号称他们的老大嘛，就说走，跟我走，直接敲过来，就是一个这样，就甩过来之后，我人就倒下去，就是这样倒下来，说椅子、桌子全部都倒翻了。那姐姐看到他打我，就围着。起来站在我中间，然后我当下就围着他，然后他也是推，对啊，一堆姐姐那种老人家怎么有可能去反驳这些年轻人？他都淤伤了，然后导致他所有的手脚淤伤。那我你知道，之后我是看到姐姐已经跟我一样倒在地，我把姐姐拉起来，我说你们不要再出去了，我就把对方。一用力一直推，先玩硬，那我不知道啊。一个团定啊，一起团定哎，老公。原来施暴主嫌叫蔡茂典，他是前任村长，曾经在2015年9月犯下身价1000亿台币香港富商黄坤绑架案。今天是2015年10月20号，我现在一起都平安，请你协助妈咪。在本星期五之前将我的欠款7000万港币汇出去，否则我就一条腿就可能断掉。这起轰动台港的绑架案，当时富商依照绑匪指示要求家属汇款，拿着当天的报纸报平安，证明还活着。钱在心外屋，回家最重要，爱你。富商黄坤遭绑架38天后，在云林被警方救出，四名嫌犯落网。引人注目的就是共犯之一蔡茂典，竟然是云林四湖乡西委村长，已经连任3届。蔡茂典后来被判刑8年6个月，好不容易假释，又再度犯案。那你在假释中敢做这种行为，表示你完全不怕司法的制裁吗？吴连进说，这些人非法私闯民宅，要带走他，还恐吓要对他的家人不利。吴连进手被割伤，他的姐姐手脚到现在还看得到淤伤。吴小伟出现一个讲要个毒卡毒手，搁哪个讲话啊？我就讲叫话叫吴小伟个报警啊！还两个少年啊讲诶，啊报警就报警，我敢警察我敢捉去啊！这起暴力事件同样引起地方关注，除了施暴的曾经犯下绑架案，被害人身份同样敏感，因为是反风机入侵农村的自救会长，目前还在带领居民阻挡近100只的陆上风机入侵云林偏乡。大型风机，大型风机，滚出四湖，滚出四湖。我高度的怀疑，因为身为四湖反风吹自救会的会长，这一块挡到非常多人该有的利益，这些利益是不是导致必须出动黑道恶势力来恐吓，来把人带走？大家保持理性，保持理性，你不要一直开工啊！我讲我呢，阿你做你呢，阿你搞到个笑哎！他每次都偷偷摸，然后中被我们发现几次，然后又做了一些承诺，什么哦，我们要动工，什么时候一定会通知村民什么，结果没有，所以村民当然愤怒啊！差，差是哦，对啊，阿不敢差他。人也是会啊，对不进行啊，小乱就害呢。这一次云林台西的五港村，经过了抗争之后，你看这边原本要盖风机的，现在已经停工了。那现在现场堆的呢，这些都是原本要盖的机桩。那台西五港村的居民说他们很可怜啊。你看另外一边，旁边呢就是六轻的工业区，那你看很多很多的烟囱嘛，对不对？一定要忍受这一些，结果现在这里的又要盖风机。
逼得他们要出面抗争。你悲哀不？八九十岁老人家来抗一只风机啊，抗一只没有那个没有人性的风机，是叫一实在是情何以堪呢、啊？为什么每一只风机都是盖在村落旁边？我就觉得这个节奏真的很奇怪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啊，这盖下去啊，你把村民都当作大家都麻痹了吗？根据自救会掌握的资料，风机业者在云林第一阶段就规划了105只的路上风机。这些风机和住家最近的距离仅仅200多公尺，难道偏乡的居民就该被剥夺生存权吗？你今天又把这种嫌恶设施要毁掉整个云林沿海偏乡，你执政者到底在想什么？你这些人当官者到底在想什么？不要整天坐在办公室啦，啊，不要整天在用意识形态来治国啦，回来下乡来看看这一块嘉南平原是多漂亮。你把它整理好之后，那让它的这个母花能够开得更漂亮啊，那这样子它才会结果。那我们都会对这个叶子稍微去做整理，因为到时候它会有果实，那果实呢它就不会被它的叶子割伤，这其实都是有助于日后在采收得到的这个果的品质。青农蔡小姐原本在台北工作，如今回乡种植温室蔬果，不管是番茄或香瓜都有好口碑。结果温室旁要盖风机，让她无法接受。它就设在我前面这里而已，就这边，其实从我这边就，万一它日后建起来，还是从这边就看得到的。这边就看到了。对，就看到的。你让我们盖在这边，然后旁边发生了什么事，你都不管，然后让我们自生自灭，那这样就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政策。那也失去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一个投入跟热情吧。风机和住家安全距离，欧美国家大多为470到700公尺不等，台湾建议的距离仅仅是250公尺，合理吗？而超过250，刚好可以规避环评。这个政府要多一点良心呢、啊。嗯，真的啦，因为这边人我们已经很弱势。生存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你没来照顾我们，我们就鼻子捏着，你不要来伤害我们就好。如今，当自救会正在串联各地居民自救，反对风机入侵乡村的同时，巧合的发生暴力事件。吴连进说，无论原因是什么，自救会的立场都不会动摇。不是你们想的，每个自救会都是要钱啊，钱很多人都想要。要钱要自己赚。今天自救会什么都不谈，只要是路易风机就是抗争到底，就是抗争到底，没有任何协调空间。我们的乡亲，我们的团队不需要任何回馈，也不需要任何补偿。监督力量从去年就率先报道，政府在云林规划了全台第一个大型内陆风电厂，一座座大型风机因为太接近民宅，加上包围村庄，居民担心噪音和低频会影响健康，甚至有灭村的疑虑，再一次的呼吁蔡总统发展绿电，也要给老百姓一条生路。